Hello， 大家好，又 Ray 带你睇楼嘅时间啦。今日参观嘅位于柯斯汀站上盖物业 The Austin 嘅中层 A 单位，望西九龙高铁站及维港海景，而且单位保养状况好好嘅三房售盘单位，我哋一齐嚟睇睇。呢个单位嘅数面积系985平方尺，一门就是玄关位置以及工人房套间。玄关呢个位置可以做一个到顶嘅收纳柜，摆放锁匙啊、钱包同埋鞋都系好唔错嘅。咁接住系客饭厅空间啦，约3.7米乘以8米，楼底高约3.2米，整体空间宽敞实用，并且带有露台，可以先睇睇窗外嘅景色，系西九龙高铁站、维港海景以及九站上盖物业，景观开扬，采光通风好，而且好安静。咁回望室内啦，全屋大部分面积都系铺咗木地板嘅，保养状况好，而且客饭厅右手边系独立嘅厨房空间，之后再睇，我哋可以先睇睇房间嘅情况。第一间房有6.7平方米，约2.4米乘以2.7米，带一副大嘅玻璃窗，景观采光都好嘅，而且有一个600毫米阔嘅窗台，整个空间大可以定制上床下柜嘅组合家具，利用好每一寸空间。接住系第二间房，约7平米，约2.6米乘以2.7米，状况同第一间房差唔多，但因为呢个单位嘅楼底高啊，不妨可以做一啲升高木地台家私，增加更多收纳嘅空间。接住系主人房套房，整个空间约17平米加6.7平米，咁呢个空间特别之处系一副隔断墙，将房间分成两个区域，一边可以摆放双人床，一边可以单独制作成衣帽间区域，景观同埋采光同样好好。然后是措施带有浴缸和淋浴间，干湿分离，功能性十足。咁接住就是客厕啦，带入淋浴间。然后是厨房区域，有6.7平米，带有洗衣机、蒸焗炉、煤气炉、抽油烟机、雪柜等等，全部都是德国名牌 Miele 牌子的，而且柜桶多，收纳量充足，制作大餐冇难度。而且还带一个小平台，有食烟习惯的朋友，但又不想烟味飘入室内的，咁呢个位置应该最合适不过。咁最后就是工人房套间啦，一样方正好用。咁呢个单位咧，无论是地段定系状况，都是非常优质的，而且售价宜人。10分钟步行时间可以到达西九龙高铁站，交通4通8达，而且旁边正在建设中的西九文化区长廊，以后将会集商业、娱乐及文化于一体，将会带嚟唔少新嘅群体往来。咁优质嘅售盘单位，你又点可以错过？兴趣嘅朋友记得尽快联系 Ray 参观现楼啦，同埋记得关注我频道，带你睇更多热门楼盘。我哋下集见。